最近看到门口有一个小土堆，土堆上面还有一些蟑螂的，应该是蚂蚁窝吧，把它拆开来分解开来，然后搬到里面去。刚刚看到一只蟑螂在门口，有一点在动，我以为是活的。这只蟑螂在动啊，正在被拆开当中啊。哎呦！我来试点一下上次的那个蚂蚁药，看看会不会等一下真的去搬蚂蚁药。我把它放在这里，他们的神经路线，把它放在那边，看看等一下他们有没有兴趣。五分钟过后了，要出门前来看一下。蟑螂脚还是蚂蚁药比较有吸引力？蟑螂脚一样，不错。好，继续分解当中。蟑螂呀，有了呢！哇，它这还蛮喜欢的哦。哦，新的一道菜，把它搬回去蚂蚁窝。啊，来回家。好了，因为要上班，没办法继续看了，有机会再来看一下，要不然就让你感受他们的美食啊。